走捷周三登陆跑马地马场。梁家俊是哪一个为偶像？今集马场达人由他亲自解答。莫家站你个样使乜咁冧啊？睇咩度？扮拉咯！最近入家欢时段嘅表现，哇，非常之激情，杀我个措手不及啊！咩法拉啊？吓？法拉利？冇错啊，我讲嘅咪就系法拉利车队咯。最近合家欢时段嘅直播，哇，非常之激情，令到一百简直令我睇到如痴如醉啊！你咁肤浅嘅谂嘢，有杯啤酒冷静下啦。有，表情。十月啤酒节嚟到啦，由嚟紧星期三至到11月1日，连续3次跑马地赛事，德国传统庆典十月啤酒节会搬到啤酒园举行。马迷到时可以探到德国啤酒和当地传统美食啊，还有刺激的竞饮龙虎榜和有奖游戏玩，详情可以浏览马会网页噶。你又望咩啊你？自从咧上集啊睇完靓仔骑师梁家俊嘅专访之后啊，我咧就对佢朝思暮想啊。哦，思春，咁立即送上梁家俊第二部分嘅专访你睇啦，爹哋仲会大谈佢嘅马坛偶像添噶。见习骑师梁家俊出道冇耐已经赢出32场头马，令到佢吸纳唔少 fans。但调翻转呢位新人王心目中嘅偶像又系边个呢？开头好伟大，但系而家跑一季里面同场嗰苏明伦真系几好，真系伟大攞位系叻，但系苏明伦差唔多样嘢都好出色。Derek 坦言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每次看到不同前辈的跑法都学到东西。至于他偶像万人迷苏铭伦，当然都有很多东西值得他学习。他走位啦，他的步速的智慧啦，还有他发力点，还有他的 style 都很好，他样都很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见到我 Noreen， 首先今集是跟大家讲下战略部署啦。无论是打仗定是赛马，面对敌人最重要是认清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弱点，这样才可以一击即中，百战百胜的。嚟紧星期三跑马地夜赛，不知道马迷你们看好哪些骑练可以一击即中呢？方家柏的发达心声，今季初出会当起的杨明伦，说不定会一出即胜的。够钟，是时候走人，我入了法拉。是不是扮嘢啊，莫家鉴你。我相信呢两隻脚嘅法拉同四个碌嘅法拉呢都唔係好关你事喎。你都係悭返啖气，快啲返屋企睇星期二晚11:50嘅稳操胜券好过啦。下集阿姨再见啦，拜拜。法拉。